又再淘汰一个，哇，好惨！我们要淘汰的是，福琼英。福琼英这辈子应该没有被淘汰过，太猛！出题。一二三，亮答案。Love you， 来又再淘汰一个，哇，好惨！我们要淘汰的是，福琼英。福琼英这辈子应该没有被淘汰过，太猛了！好好好，那你们这边要淘汰的是谁？谁？哪一位？就是卢学瑞。怎么样？他是我们，就是，对啊，他真的漂亮，很美耶！淘汰了书记官，完蛋了。OK， 不要太厉害。好，现在呢，两队剩下三位的残兵弱将，对，只剩我会写国字。主将都坐在 Game Over 区，不要担心，你有我在。我们接着下来，是我们主将，我们是六只老鼠，淘汰掉最后一位，最后一席，好吧，两位哦，不然比赛可以说是越来越难看了。好，请出题。学友哥，这么简单，干什么？不能出声音，太简单了。宪哥太爱这首歌了。奋不顾身，为了爱，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用心的人，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。你们玩大事了。我们可以选，我们可以选人了。你我就跟你说，我是打后期的吧。孤独的人偏偏有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答案，我亮答，请亮。你带着他，你带着他，为你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，那是为了你的逃避。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，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深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？两边都答对，好吧？所以这一题能不分胜负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分出胜负。